吃啊，到有一招是平常不太用，没办法，只好用出来。他是真的想修理我。击剑的速度比较快，还是剑道的力道比较强呢？不瞒大家说，我爸爸他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是剑道社的社团成员之一。让我们欢迎剑道担当老爸。像吗？这是我爸爸剑道。爸爸，你学剑道学多久？三年吧。那你觉得你跟我 PK 有机会赢吗？我除了学过剑道以外，好歹也学过三年跆拳道，三年跆拳道。哇啊，那我先撤了。三年高粱酒。就是还是很好奇剑道跟击剑两个 PK 到底是哪一个速度还是力道会比较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测一下，好吗 ？OK。啊，小力一点哦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这是我们剑道的护腰，这是我们剑道的护面，但是它护不了西洋剑，所以我今天还是会带他们西洋剑用的护面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护手，用的护手，对，正式打的时候会有带护肘。那对着卡小道，我也觉得不用带，所以我也没带护肘。一般都打到这个手，一定要打到这一段前一段，打到这边不得分，要打到侧面，侧面得分，然后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刺喉，刺喉的话比较危险，我们业余玩家不会做这个动作。你看我们妇女恨有多深啊！上面这个腰带，这个就是装饰用。它还是有保护作用，还有我们这个裤子也是有防护的作用。剑道那个时候在打，是不是也没有在打下半身？对，没有在打下半身的，只有这三点：手、腰，还有面，还有侧。偷问爸爸一个，如果要选女婿的标准会是什么？只要能够文成武德，一统江湖就好。这也太高了，太高标准了吧？你爸刚刚对你的怨念超深。对啊，他超想打我的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？太过分了！你小时候会打吗？会，而且我还会说你打死我好了。就是我小时候很叛逆，就会跟他吵架。那你爸都是用什么东西打？他拿衣架跟梳子。他其实不会心疼啦，就是不敢打你打你。我还没看过他打架。没有，是第一天。对，第一天，然后就要跟他对决。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难的那个刺喉，他会刺我喉咙，他其实不会心疼啦。他是蛮难的。他刺，好，我也会打回去的。等一下就看他在场上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手，我也挺好奇的。换装完毕，接下来讲一下规则。等一下我们只会打上半身的部位，谁先打到就得一分。我们总共会打八分，打八点一点就很累了，打三点就要休息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换一下好了，五点休息，然后接着打十点。好，勉强可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裁判小亮学长。嗨，我是那个裁判。等一下就麻烦小亮学长公平公正。好，麻烦学长了。OK， 那我们比赛准备开始。坐车就好了。就是战术，战术吗？我觉得他们的尬都是很小一个，所以我觉得攻击他的手其实是很 OK 的，很简单，他不像我们这边可以挡。对，然后你会用这个挡？我用这个去打他的手，然后尽量不要跟他做剑尖接触，他的剑太重，我觉得我的剑会一下被打掉，所以跟他维持好距离，然后打他的手。我的战术就答应我不要吃晚饭了。哪是我算错啊？我受不受伤不是问我，是问你。没有，你不要动。但是你可能会受伤。来，双方选手敬礼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起照。起照，准备。不
息。啊，拆门了。三分钟。轻轻松松。哦。看来今晚不想吃饭了。我想吃饭。剑道有一招是平常不太用的，今天没办法，只好用出来。怎么着？待会你就知道。那觉得靳云打得怎么样？那个姿势还是有待加强，有待加强。你不爱看起来好惨。我是真的很惨。单手嘛，所以它速度就会比较快。我们剑道一定比不上，但是双手剑力道就会比较大。有些优点就缺点，还在犹豫要不要利用我的优点。优点欺负他，像是花术攻击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爸已经气喘吁吁了，可能你看起来神色自若。对啊，所以要打慢一点。OK， 要让他多运动啊，因为他们剑就是比较重啊，他的力道真的是，哦，他打我头的那一下，我有点脑震荡。他打我头底下一个补第二下，老爸，这应该是战术啦。他是真的想修理我。OK， 那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还有几下，开始，同时打到，都算分。因为我昨晚都没喝酒，是吧？体力比较够。他这杯喝酒很棒，今天也不要喝。今晚可以，今晚我可以。今晚来我家。喂，我没答应。又是你刚刚的招数吗？啊？你都刺我的喉咙吗？对啊。就我刚刚有闪到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一只手可以延伸，你们这个。其实我刚一直想要敲你的剑，你知道吗？你舍不得敲？不是，我敲不到。不是舍不得我。其实剑道还有一招可以克你们的，啊，你这样滑，你们的剑太软，很轻，很容易敲。可是我刚就是反不到机会敲。其实我很怕他去敲到我的剑，所以我一直在跟我老爸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。哦。对，因为我很怕他上来，我一定会控制不了他的那个力道。是啊，跟小时候一样，追着你跑打不到。我小时候会把那个饭菜不要学，就是把它丢到马桶冲掉，因为我挑食。他就会开始在餐桌上追着我跑，真的圆桌就这样，他就开始在那边追我，拿棍子要打我，真好笑。爸，你不收操吗？我们没有在收操，我们做的是冥想。这样子就等于是收操。嗯。然后让你的心沉淀下来。可是我已经跪不下去了。那你盘腿坐了。你们上次一起运动是什么时候？哦，我爸很喜欢带着我运动，就是打羽毛球，然后打桌球、打网球、浮潜。也是因为爸爸，所以我才这么喜欢运动。就他小时候常带着我往外跑。对啊，你又不爱念书。对啊。小声一点。他小时候就不爱在念书嘛，啊，教他一晚的数学以后，我就决定真的就不要再逼他念书了。然后他就去参加那个国小的田径队，那时候身材还蛮瘦小的，他拿桃园铅球第二名，我吓了一跳，这么瘦小。而且我以前身体不好，每个月都要去医院。参加田径队以后就没有再去医院了。就是对于自己的小孩，也是成长之后成为了击剑的鼓手。
一直以来这样子栽培下来，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感想？就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嘛。他今天想做国手，明天想去谈恋爱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没关系。心情很失落的时候，你都会怎么安慰他？起起落落，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。对啊，嗯。免得太太回来都太骄傲，然后老爸茶拿来，老爸饭拿来，哎，对啊，你不要乱说。爸爸对静明说一些未来鼓励的话。我爸平常不太鼓励的啦。运动方面的话，当然我是希望他能够赢韩国啦，哎，赢了韩国就差不多了，他世界第一啊。我现在是日本，好像是日本，女军是日本。哦，我还在停留在二五二一那时代，我还以为。阿姨花我看啊，对啊，我爸也有少女心。他要加码吗？你看他刷宝。我没有动。你一直退，一直退，一直退。那是会侧身，会断掉是吗？预计他会断掉。我在这不会危险吗？我这边是可以的吗？我好害怕，等一下。超强哎，成功了。袋子有破吗？没有，没破哎。哎，老爸，干嘛？你成功了。你刚刚没有，你刚是放水。好了，就不用找电视吃饭，又可以吃饭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